嗨，各位观众，我是郭，今天我来苗栗铜锣找一个好朋友。对，就这样。该接我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现在呢被丢在路中间，是因为我亲爱的好朋友呢一载到我就爆胎了，谢谢大家。我们现在在家里面吃早午餐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去飞牛。然后我们现在已经要吃完早餐了，才发现，对，今天要万安演习，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出门，现在只能在家里面。现在呢，还是可以出去啊，因为刚有发现今年的万安演习没有人车管制。Not be implemented during the exercise to reduce the chance of people contacting.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出发飞牛牧场。耶，我们终于到了飞牛牧场。已经进来了飞牛牧场，但是呢，你前面就是要一直走，我觉得要500公尺哎。我很久之后终于到了。一开始呢不给你门票，门票呢可以来兑换乳制品。对，鲜奶。谢谢。牛奶很好喝。这边呢，大家来之前要做好心理准备，因为这边真的非常大。飞牛牧场里面有牛、蝴蝶、绵羊、梅花鹿、兔子、鸭子。哎呀，太大了，我不敢。我跟你讲，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怕牛，我可以不用用你这双双眼这样看着我。跟大家介绍，这边就是乳牛跟乳牛跟对，有两种。看完牛之后呢，接下来第二个就会到羊妹妹了。羊妹妹们，好嗨哈！喂了就必须一直扣着，直到你拔起来。如果有小朋友的话，大人帮我扣着哈。来，可以喂哈。你在看什么？他还是小宝宝，可以拔了，拔了。你第二个脸上，你觉得还可以？牛会不到了。梅花鹿，你好漂亮啊！对啊，真的很漂亮。它的鹿角好像假的。诚实商店草粒10块钱，羊的那个饲料，投进去之后，水瓢，我们把这个倒进去，走吧。你能不能牵只手？不要这样，一个人来。好，下一位。啊！我不要不要这样子，我这样没办法，就已经很少了。拜拜，大家，结束了。你在干嘛？我们现在来到蝴蝶花园，怎么样？有蝴蝶啦，有蝴蝶啦，不然还会有什么呢？干嘛？等一下，这样什么声音？哎呀，我真的很害怕。
怕我是怕这有情况我就夜蝶这里是蝴蝶啊，你看，骗人啊！这真的是他，这里各位，这全部都是枯叶，肯定，然后在我们眼前吗？他说的话吗？我们现在逛完了飞牛牧场，我觉得真的很不错，门票可以换牛奶，也有一些伴手礼跟乳制品可以买。它这边有很多 DIY 的行程啊，也可以很近距离的接触动物。可是唯一的缺点呢，就是地方真的太大了，大到一个很夸张，很像登山步道，点跟点之间的距离有一点小远，但是整体下来，如果你花220的话，这样子是不错的。推荐大家来这边游玩半天，因为除了这边你也没什么好玩的了。铜锣就是这么一个小的地方哦，对，可以带宠物，因为它这边有超大的草坪可以游玩。就是大家去玩飞牛牧场，顺便来这个旁边的天空步道，听说看夕阳蛮美的。是铜锣的，这一家冰店红豆牛奶冰才40块，很大一碗。我们结束今天的行程了，结果最后呢，在这边同一个地方，晚上就是胖老爹，然后就这样结束今天的影片。对，如果你觉得今天影片太无聊的话，啊，你就不要看。那今天就再见了，拜拜。You by my chest, just like tequila. Wanna show you why you don't really